好，中华民国99年的国庆大典预演，今天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举行。虽然有风有雨，但是这可以说是一项完美的预演，零失误。其中还有两位女明星白嘉莉还有王芷蕾领衔唱国歌。三军一队花式操枪，精准整齐，威风凛凛。九九国庆雨中预演，精彩零失误。白嘉莉、王子雷和声乐家王典领唱国歌，全场热血沸腾。很高兴，心里面真的很激动。尤其是在总统府前面唱国歌，刚才有唱的时候有点紧张，对我们国际声乐家会紧张吗？相声大师吴兆南带着侯冠群师徒三人，国庆当天要献唱80年前两只老虎的国歌。仔细听，这现场还来了一位神秘嘉宾。全国的同胞大家，民族手艺常在我心中。临时来上一段加演场，真正的精彩双十当天将一次曝光。国庆大典倒数，紧锣密鼓准备，让迎向100有完美的开始。中央新闻李东毅、苏珊、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